武器救我。小伙子，你这个出装是什么意思啊？搞得我漏了两招，一个不灭，往下走位，丢一下，假装 A 他，等他晕我的时候，我再丢一下，再 A 一下，隐藏躲避一下小兵的输出 ，W。A Q A 再 A 一下，哎呀，怎么炮车漏了？坏，炸了呀！这又一下，可以先挂点，可以闪现，可以就那里就可以，跟他站一块。嗯，有点可惜的就是我炮车没补。啊，你认真的？A R Q A E Q A W A 失误了呀！怎么我有一下没 Q 出去？啊，你 E 呢？人头快给武器，快 ！OK。贪了呀，我感觉武器杀不掉我的，来了个炸弹人。又一下往后拉。再 Q 一下 ，Q 上面 ，W， 往这边推 ，Q， 慢慢耗，不着急的，再 Q， 把这个 Q 扔了，不要这个 Q， 带个风会吓到他的 ，Q 一下，往后拉一下，焦灼会烫一下的，再 Q， 假装 A 防御塔 ，A 下塔，再 A 下塔，这个时候他就会打我 ，Q，W。呀 ，A Q W E Q 斩 A， 挂个点。好流畅啊！那肯定的，如果你想学这个的话，你看我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主播是玩这个最厉害的，国服里面。Round one， 多他一口血。Q 小兵点一下，可以往后拉。就可以直接越了 ，WQ 上面没中 ，Q 哎往后 ，Q 一下野怪，一 W 哎啊落地 ，Q W。
啊，控制比较。是，多少？哎 ，W， 哎，对，哎 ，Q， 哎 ，Q。Later。这拆塔真的是个硬伤啊，我塔尖还没吃到，我吐了。他这大招好像没什么伤害，我感觉我不用开 W 挡的，我不开 W 挡好像就拆掉了。一 WQ， 就啊，阿布挡住，哎，怎么没出来？这威严打我太勾巴痛了。助手，塔没保住啊。光辉吸不起来呀，吸不起来血呢。武器救我，再给他套个盾，
哥们队友呢？不知道，怎么被炸死了？点我干什么？啊？你凭什么点我？很奇怪，不是我在 C 吗？ Nope。死哥伤害这么高吗？远古龙拿下来了吗？那直接推中。反甲烦死你啊！他搁那 A 我，突破无敌二的评分，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把躺赢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尽力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